这个是什么东西？嘿，这个没了。我的意思刚刚的。哎呀，吃这个了吗？今餐也好福了，有寿司同刺身，饮品仲有鸡尾酒。咩嚟噶？凤爪寿司，仲有梅菜肉饼寿司。我都系食刺身算。啊，识货！食刺身一定食猪大肠刺身。我哋中华嘅饮食文化超过五千年，我哋身为华夏嘅子孙，好应该弘扬我哋中华嘅美食。点解要崇尚一啲异国嘅风味呢？我都系饮啖鸡尾酒算。嗱，我又点会俾啲帝国主义饮食文化侵略呢？全部都是中式的，强制制作。阿珍，阿花妹，阿车。